是你一个月工资大概多少？大概一个数吧。大概啊，大概2000-2700。2000-2700啊，一个月干几个活？一个月干几个？一个月年年涨呗。啊？一个月年年涨。年天假，两天假，只放两天假，一天干10个小时有吗？8个小时，8个小时。能拿到吗？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买的，自己买的，能怎么的？能怎么的？那我大概懂了，谢谢你。在安徽金州，8美工一小时的工资，不满意到有多少？进去看一下。为了防止东西拿不下，我现在推车。走吧，我们就直接算一个月工资2800，每个月工作28天，每天8小时，算下来就是12.5块。首先我们购买碳水，我看到这里这个是最便宜的，1斤35块钱，不过已经超出了我们资金了。称的水晶贡米差不多是10斤20块钱，非常的划算啊。不过今天我们就先不买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挂面。我看到这边最便宜的基本上是1桶10块钱，像这样一桶的话，看着分量应该，如果每餐都吃挂面的话，应该可以吃3天，非常的划算。好，现在我们买蛋白质，这边是散称的比较便宜，5块钱一斤，先拿起。称了1斤不到的鸡蛋，4块1毛7。现在我们买一点维生素，这边这个水晶罗桃7块钱一斤，好，我们拿起。买了3个油桃，5块5。啊，这个香蕉有点出乎意料的贵啊，竟然要11.6块，那我们就不买了。花菜是1斤3块钱，西红柿1斤是2.68块，冬瓜1.58块一斤，南瓜1.38块一斤，然后胡萝卜2.58块。白萝卜1.38块，非常好。这个肉已经卖光了，15块钱，差不多一斤。看鸡肉，琵琶腿1斤7块钱，但这些我就不买了。看下牛奶，这边的牛奶最便宜是13.8，好像是略贵的，一般情况下12.多块可以买单，但是买一瓶就直接超出我们今天的这个限额了，不过，还是拿一瓶吧，超出一点点。看礼品，一共是这三样，虽然说花了23.47块，比之前计划的12.5块多了一些，多了10块钱多一点，但是依然看得出。我们购买力真是太强了。